但没有失去灵魂。这么凶！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熊，头都给你打爆，熊！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再有踢，我怎么只能先回？等不了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直接回就完事。是他先教的山猴吧？嘎黑王，他能教我不能教吗？丢，说这种话！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！防不了，我兵线在塔下，哥们，你能走就走吧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那没什么办法。当心炸药桶！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被骗了吧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瞎子是不是在后面？又一个！妈的，有个。从河道这里过来的，我三脚躺换眼，但是我河道没换眼，我打不过就叫人，我操！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打不过就叫人。有点火估计也杀不了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我感觉杀不了。烧吧！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啊 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.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那他我点燃烧到盾后面还有凯旋呢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看能不能做了，
药怎么吃完的？是肝部门，我什么时候把药吃完？当心炸药桶！好。那我点燃狗的实力没有，这样的见识一下点燃狗的恐怖。哎，我这波先回了，先够了，没必要，不然一会儿又要亏线了。遭骗了！我把名字刻在他们的头骨上。我怎么老假的？无语。没事，我故意死的，想给兄弟们打个窝里。缓慢的死去，将是。Has been slain. Qing Suan 就要来临了。当心炸药桶。我没带。要时刻留心背后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Shut down.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还骚，我还以为多能稳，就这。我操！这么多爆炸吗？
溜了，他应该要出来了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谢植树送的粉丝牌、许愿瓶、棒棒糖，还有雪人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很少忘记。谢谢老板的礼物 ，Thank you。更不会忘记仇恨。Thank you， 利亚 ，Thank you， 利亚。为什么今天这个看不到分段呢？是不是他那个 win game 没点呢？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。我先刷个石头人先，刷石头很快的。好像不行，先要进塔了，先吃线吧。不说了，先点菜吧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更多火药，我要一路砍回第一机会，又一个，还见不到你，小伙子。进去打一把游戏，被我骗十来次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奥特曼大帝皮肤手感不行，皮肤手感很拉。我的皮夹克甚至都不如原好。我想去打个先锋。没大招，没大招。死亡的潮汐，我死了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打个先锋，然后就带下了。谢苗送的丘比特之箭，谢谢谢谢。我走了，拜拜，去下路。要不买两个暴击斗篷吧，给我都爆两下。等下拉你打游戏，你 ID 是什么？你邀请我排队呀，好兄弟，我在艾欧尼亚。谢苗送的血瓶，谢谢。
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我第二层把伤害全打到的盾上面去了。什么分段刀二艾维尼亚刀二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没捅死的，多了，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退撤。给你一刀，抢！发财喽，发财喽！这出门才几分钟啊，我直接3000块钱回家。之前你说的那《凡人修仙传》还挺好看的，喜欢吧？我也很喜欢看《凡人修仙传》，确实，是我去年跟今年看的比较好的。就连番在连番里面所有剧情综合下来是比较好，没有基本上是没有水的成分。我说的是连番，这样的不是你们班，不过也好看。不过最近那个斗破苍穹应该也好起来了，也可以看一下。最近的斗破苍穹可以看一下，前面的话就可以不看。在学院里面的东西可以不看，最近这几集都可以看一下。差点被勾了。斗罗大陆最近双雄之战也可以看，也不错。游戏声音太大吗？不会吧。再见。进，看不到。哎，你不是没眼吗？我操！是不是小兵在场里面攻击他的？丢，我的 fuck！ 游戏声音太大，我就关小点喽。罗峰不好看吗？罗峰我看的没感觉，你们可以看，我前面看的没感觉，我后面我都没看。只要不太喜欢这种题材吧，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题材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谢谢胡爷续费的守护，感谢胡爷续费的守护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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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胡爷的守护 ，Thank you， I love you。我很少忘记时间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
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当心炸药桶。还有一个机器人，我好像知道机器人在哪，他有可能在这里，除非他回家了，那应该是回家了。反正修仙传小说还是动画片，它有连番，有连番更新完了第一季，好像第二季还没出，不过也快了，在 B 站看的反正修仙传，你也可以看小说。出个什么好呢？出个百豹算了，买个百豹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差点钱吃个药物，我说的是他们玩的，兄弟们别误会了。我说的是他们玩的，兄弟们别误会，真别误会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大一点。兄弟猫也来了。把那个勇士往前面站一点，我不想让他割我呀。机器人死了可以。那就没有人勾我了，替我给你来个活天机的机会。这个距离不行，早点你按个金身，你能动我都算你牛逼。看你看，只要你看了。就一个字，我之所以之。拿下，兄弟。